过去斐济是周星制，我把改成抽成制，把老板的七成，设计师三成，改成了设计师七成，我们三成，这个抽成制度。如何卖出原住民的菜才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，我们就开始鼓励我们的农民种植在地的作物，让消费者直接到部落里面去认识原住民农民，因为相信所以来买我们的产品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一起深度看见台湾，认识南岛。